好，现在看到的就是法国的名将德罗贝尔和斯根贝尔德，规定舞是他们的强项。这个选手在都灵冬奥会上以奖牌只有一步之遥排在第四，他们也是多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但是一直与奖牌无缘。最好成绩是在2005和2007年获得的第四名。法国老将德罗贝尔和斯格恩菲尔德在本届世锦赛上和他们竞争的是一大批年轻的冰舞选手。女伴德罗贝尔的今年已经29岁了，男伴斯格恩菲尔德今年30岁了。从2000年开始，他们年年参加世锦赛，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确实是一对很优秀而且很具有个人，就是个人风格很突出，个性很表演个性很强的一对选手，但是呢一直就是每次距离奖牌都只有一步之遥。2005和2007年世锦赛都是排在第四，今年随着俄罗斯的东尼娜·沙巴林退出了比赛，那么也是给了他们机会。这次世锦赛他们的竞争对手，就是争夺奖牌的对手，包括美国的贝尔宾亚格斯托，以及呢在这两个赛季当中成绩飞速提高的美国选手戴维斯和怀特，以及加拿大的沃尔图和莫伊尔。我们也很衷心的期待这一对多年奋战在国际赛场，而且呢也是一对非常优秀的冰舞选手，能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梦想成真。他们是今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从回放中看到，两个人的脚下功夫非常的漂亮。是扎主力哦，技术分20.79，这是目前技术分打得最高的。节目内容分19.94，太厉害了！他们的滑行技术8.07是最高的，而且他四个小分当中有三个上了8分，排第一肯定是排第一。40.73的规定舞成绩，我们衷心的期待他们能够在今年世锦赛上站在领奖台上，而且我们希望他站在一个非常靠前的名次上，因为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他们的梦想，执着到现在。上场的20对选手排在第一，